林肯400是一个全功能的诊断设备，它能够支持25款车，但是客户收到的时候是只可以下载1款车，任意选择，后面的车型需要客户另外付费购买。支持的车型在这里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，它是一个自动扫描功能，这就是代表已经扫到车了。它能够支持读取故障码、数据流、清除故障码、数据流、动辄数据精和 IM 检测。这个是这个 OBD 扫描支持的具体功能选项，客户要对他的车进行一个检测，可以读取他的故障码。然后这里是因为要选择具体的车型读故障码，进行一个具体的通讯。我们这里选择宝马，因为我们连接是宝马的车。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故障码清除掉。想清除故障码就选择清除故障码选项。然后也可以选择具体的车型诊断，这个是宝马车。具体的车型诊断下面能够支持很多的功能，包括读故障码、清故障码、数据流，这些最基本的功能之后，还可以做一些保养，像 DPF、ABS、SAS 以及保养归零、电池匹配。这就已经赠予了宝马的具体车型选项，它里面能够支持宝马和迷你，还有劳斯莱斯。这里面可以自动扫描和选择手动扫描，因为这里面有具体的车系。选择具体的车型进入，选择客户自己的车型进入，读取车辆成功，我们可以选择他要操作的一些功能。这个就是宝马车下面所能支持的特殊功能，每个车支持的特殊功能是不一样的。